未来自动驾驶可以实现吗？没有司机的座位会实现吗？我是一个刚才提到了，就是这种智能科技和新能源坚定的拥护者，所以现在我每天开理想，我从家到公司，全程都用的 NOA。哦，那很方便，其实真的很方便。对，就是但是使用这个 NOA 呢，我其实也在考虑做一期节目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。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新能源的节目，大家去评测这个啊，这表现接管呐，怎么样啊？但其实最后我发现这个东西，它和大家理解的那个对于新手的帮助，现阶段来说，意义不是那么的大。我反而觉得它更适合一个老手，像我们这样老司机去，因为它现在还是需要有一些那个需要你人接管的地方。那怎么去判断人要去接管的地方呢？那当然你需要是一个老司机对这个经路验，况有判断才行。对。如果你是一个新手，那不就慌了，反而可能对你带的使用带来这种抗拒感。但是你说到这种趋势，我觉得它肯定是一定的，就是未来肯定是这种智能驾驶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放松。我刚才说到，我就是我出去很长的自驾游，都我说是我，用辅助驾驶去的。对，我去新疆开长途，开了6000多公里，然后那个从北京开过去，那辅助驾驶会让你轻松太多。那我完太全多程一了，个人，对啊。我一个司机，然后我一个人开。我可能中间还要做一些拍摄呀什么的，所以说就是这个真的太香了，你用上了，你习惯了，然后怎么使，学会怎么使用了，真的就离不开了。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华总买了这么多新能源车，还都是带这种一定辅助要驾驶带，功能的。对，一定要是，选带智能驾驶看来的，确实是有需求还是。